有种枪上见书赢！哎呀，不是怪我，我刚才疏忽了，介绍的不够全面。这丫头呢，自打5岁就跟她爹学枪，就你那阿猫阿狗的玩意儿，你给她提鞋，那都不一定跟得上脚啊。愿赌服输是咱赌场的规矩。 潘老大，这可是你自己说出的话。你没到席来吃，去接人吧。我先谢谢你。走了。嘿，二哥。 媳妇被潘老七砸明火了。老五，你要是耳朵进水听错了话，别说我饶不了你。是潘老七手下人自个儿说的，这还能有假？老八媳妇死了，没死。啥？ 三哥，余家的规矩你自然不会不知道。你是进过监女堂的人，不管是被逼的还是自愿的，做了不该做的事儿，那就只能当不该当的人。三哥，别叫我三哥。三哥，你别这样，我不想留在潘家，你带我回余家吧。我是余家的女人。你不是余家的女人，余家没有过你这样的女人。我是余家的女人，我是。那你为什么还活着？